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九拜五下晡五点到四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星空点大声，人在输赢，今生的爱情会不难行。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，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。啊，咱这支电话由阮小学同树林，要来重庆的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。来，阿宏继续报新闻，分析新闻，陪伴新闻啊。这个红袖条回这个张志军。那么淡两岸的这个关系啦，那么代表国台办在22日，那么这已经是过来刚前的新闻了吼，证实，那么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条在北京跟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啊来会面了。两个人就两岸关系交换看法。根据了解，可能台湾大选将军呢，又搁身处大陆政治中心。那么洪秀条伫个北京行程十分的这个低调啊，因临国临时吼啊取消伫个清代的这个公开活动了后，在北京。就完全采私人啊来拜会，嘛无亲像伫其他省市参与大选造势的这个大会。那么代表国台办22日暗间以书面应份方式啊来表示，只简单
哦，只简单来回应。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洪秀条来访期间，张志军主任啊甲洪来会面，就两岸关系问题交换了看法。当然啦、啊，伫个地会，哦，遭到风声，那么哩取消了。啊，即马着媒体对毋对啦？你甲看，底前底后，啊，媒体着是专门，啊，伫个采访消息的、发布消息的。那么洪秀条伫个21日北上北京，原本22日计划参加在北京清华大学举办的即个一场台湾歌手。欣天平啊，甲大陆配合的这个演唱会，但是因为清代在日前发生实验室爆炸死伤的这个意外，临时取消在北京的这个所有公开的这个行程。洪秀条办公室强调，在北京之后会有私人拜会的这个行程，未搁再有其他公开的这个行程啊。那么洪秀条在22日暗时啊，原来打算要甲驻北京哦驻台的这个媒体私下哦啊来饮茶开讲啊，但是因为消息走漏。和这个六媒啊，最后决定取消，该回来到台湾再讲。根据了解，考量台湾大选将近，陆方希望讲洪秀条啊，这一回啊出行啦、啊，哦、啊，尽量会当低调安尼啦。当然啦、啊，因为大陆。就是爱看2016年正月16日大选的这个结果，所以人因国家有国家的这个政策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但是古什么呀？跟他讲，迄句啥？看其言，观其行，还是什么？哦，所以人因那边，唔是咱这边啦，乌合之众啦，乱七八糟的台湾啦，安尼讲叫做民主的，啊。那么相关人士在讲啊，如果私下哦啊吃茶开讲，两岸记者会拢到，成了记者会安尼啦，哦，那安尼都还得了啊，也袂使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在到访北京前，洪秀条大声走访了上海、昆山。分别参与大选造势，那么昆山妈祖绕境等活动，27日伊阁将阁再赴大陆的这个杭州参与大选造势大会，哦，根据资深大选啊来透露，因为选举要到啊，伊阁是伫个政治中心北京，哦，大陆为着落实。无介入台湾的这个选举，因此在北京嘛不便举行大选造势大会。哦，对洪这边的这个访京大选，完全无收到任何的这个通知的。
那么称呼国民党前副主席，伊自我，那么在国台办的这个书面回复内面，对洪秀条是以国民党前副主席的这个称呼，而不是立法院副院长。嘛，伫个淡化选举的这个色彩啊。洪副大陆进前，媒体曾经报道，伊将要甲大陆国家主席，哦，这个习近平，啊来会面，哦，不过的时阵啊，立刻被洪秀条啊来否认安尼啦。那么洪秀条从伫个二十三日已经转来啊，哦，已经转来，今日都已经二十五啊日，哦，二十三日转台，二十四日赴国民党报告。那么昨伊就报告啊，吼、哦。那么规划二十五日，搁再甲台媒分享这一边访问的这个心得。所以以上有关国民党洪秀条去大陆，啊，那么啊来向台商，吼、哦，啊来求票这个代志，顺续伫个大陆加。国台办，吼、哦，这个张志军啊，吼、哦，本来是要会面啊，吼、哦，啊，结果的时阵啊，因为选举要到啊，所以大家顾着一寡媒体啊，吼、哦，因为安那媒体乱抓哩，吼、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所以嘛，使讲就全取消，甲国台办张志军的这个会面，提供予大家来做参考啦，吼、哦。好，这就结束。期待下回讲这个网络，讲这个时间，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啊，记唔着人啊，再见，拜拜。要笑嘛笑袂出来，要哭嘛哭无目屎，是你晓向来变卦，怎样讲我无心肝？是你，是你违背我。想到的畏寒，世间亲像你这款人，谁人敢嫁你？只是糊涂，予你来骗，负心的人我要找你。要笑嘛笑袂出来，要哭嘛哭无目屎，你是山明甲海誓，如今放我孤一个，是你，是你违背我。予我痛苦受拖磨，世间亲像你这款人，谁人敢嫁你？只是糊涂，予你来骗，负心的人我要找你。是你，是你违背我，予我想到的畏寒。
世间亲像你这款人，啥人敢嫁你？只是糊涂，予你来骗。好心的人，我袂找你。